個羅馬書咧就講到咧，講到話我哋所信嘅神係使死人復活，後面嗰句咧使無變為有。英文咧講得最貼切，中文咧講得Can I bring out the true meaning？ 佢點話？使無變為有啊？佢話係 call those things which be not as though they are。點樣解釋啊？睇下翻成解釋 ，call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ot as though they are。你講得啱。OK， 我好得啱，我冇翻譯，我叫你翻譯。你係唔係啊！使無變即係由好似你咁講咯，係啦，即係。You call those things which be not， 本來係冇嘅，即係唔睇唔到嘅。但你咧已經宣告呢個係有嘅 ，OK？ 但係咧中文咧就使無變為有，但係英文嗰個係好説嘅 ，call those things which be not as though they are，OK？即係好似我時時做咩解釋，譬如話我哋女人懷孕啊，當醫生宣告你懷孕啦，但係有冇狀徵啊？頭嗰一兩個月冇狀徵，但係咧你已經話俾你丈夫聽，話俾你爸爸媽媽聽，我有孕啦，係咪啊？但係佢話佢發神經啊，佢都唔大，但係咩？因為個醫生講，因為個血驗咗，因為個尿驗咗，話你係有孕，你就相信。呢個信心就係咁啊！呢個信心咧就係因為神嘅話語已經宣告，你咁樣相信嘅時候咧，這個就係你嘅信心，這個就係神嘅話語，這個就係神當算你係信。所以亞伯拉罕點解講話亞伯拉罕信神？係做咩？神話你會做多國之父。當時佢七十五歲冇啊，乜嘢都冇啦。後來佢仲自己以為嗰個二十萬里啊，或者以為佢個工人啊，係承受啊。咁咧仲去聽老婆話娶咗個工人嚟到下級嚟到下級，但係呢個唔係神嘅旨意，係嘛？所以我哋乜嘢嘅咧，歸翻到神嘅旨意。相信神的事，點解會講到呢度啊？講信心。Anyway， 講下跳啊。唔係因為佢講啊，唔係我問下呢個問嗰問題又要答。以賽亞53章。呢個講問啊，又要答第二個問題，所以就離開本位啊，離開聖靈嘅本位。你哋聽得吱吱地。多謝主啊！咁咧，你係繼續讀翻約翰福音書第十四章嚇，呢樣我哋繼續讀約翰十四章嗱，我走我話，保惠師聖靈係與我哋同在，咁佢係常與我哋同在，我又常與你同在。十八節，耶穌講話：我不撇下你們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還有不多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活著。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嘅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裏面。不去慢慢算多呢句，我哋在父嘅裏面，耶穌在父嘅裏面，我哋在耶穌嘅裏面，耶穌又在我哋裏面。約翰福音書第十四章156啊。Anyway， 嗱，第十八節點講？耶穌話：我不撇下你為孤兒。有好多時候咧，我覺得孤苦伶仃，我自己好慘啊！得一個人住喺呢度，成個 apartment 又冇仔女嚟探我，又冇丈夫愛我，自己一個佬，有養女仔啊，個個都飛曬去，都唔喺我身邊，咁真係好似孤兒咁啊！但咧，耶穌話：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咩意思咧？即係話我要翻去你嗰度，我要常與你同在。其實真理嘅聖靈咧，就係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嘅靈就係聖靈。所以咧，因為我哋講話三位一體嘅神啊嘛，所以有聖靈，即係話阿爸父、
同埋聖子耶穌基督都在我哋裏面，所以咧三樣一口啦。佢話我不撇下你們為夫人，我必告你哋啦，因為佢已經差遣啊保惠師聖靈嚟到我哋嘅當中，所以佢話仲有還不足。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但你們卻向著我。這個很深奧，這個好像我不明白，我所以說還到不多時，這個什麼叫還有不多時候，世人不再見我，因為耶穌上十字架死了。但是呢，耶穌復活就算升天呢，他說因為呢，但你們卻見到我，我是復活的主。死後三天就復活，復活咧仲不但止升天，四十日後升天，佢咧就差遣聖靈即刻住喺我心中，所以我哋係與主咧係永不離開嘅。佢話咁樣，因為我活著，你們也活著。有首歌，人他活著，物他，人他活著。我就由咁面對前面嘅道路係嘛？因為你哋要唱乜嘢啊？他活著，我能面對明天。因他活著，不再惧怕。就知道他掌管明天。明天啊！明天，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他活著，多謝阿允弟兄幫我唱啊！副歌，因為副歌，揾歌嚟嘅，揾歌。副歌，邊個？啊，我請你哋再唱一次。再唱。一次一，大家齊唱，一二三。人他活著，我也面對明天。因他活著。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我唱歌唔係幾好，記一個音唔記一個字。